这个颜色应该叫灰绿色吧，一个非常秋冬然后比较有气质的一个颜色，我觉得就是搭衣服都挺好搭。然后价格呢也不贵，好像是$68吧，这应该算是我今年遇到最喜欢的一顶帽子了。它是那种合成皮革的，蛮软的，摸起来也很舒服，挺有质感的。Hello， 大家早啊！现在呢，我准备出门啦。我戴了前两天买的这顶帽子，不过我觉得戴的有点奇怪，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么戴的。今天呢，我要去 SOHO 吃一家我好不容易订到的餐厅，是一家意大利餐厅。我发现纽约这个城市就是，只要一出去了就会很吵，所以说我每次都是在我们家这个走廊这边给你们录说话的部分，因为这边会比较安静，一出了这个地方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吵。然后最近好像很多人都感冒了，得了流感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，多喝板蓝根，少喝奶茶，少喝冰的。到啦，就是这一家，靠东。这家店的菜单真的是超级超级大。特别想吃这个 lobster ravioli。这个颜色跟我的指甲好搭呀，这个黄色。Piano salami and how to make mozzarella cheese. I'm gonna cut the cheese for you. Okay, thank you. Wow. Enjoy. So should I eat the bread with the cheese or? Like you can get it by itself or like a sandwich.他刚帮我加了一些面包碎在上面，他说这样子吃会特别的好吃。吃完饭啦，刚刚那家餐厅真的是我近期吃过最好吃的餐厅了， Classic Italian， 所有的菜都很好吃，包括他餐前送的面包啊，还有 cheese， 还有 salami 这些东西我全部吃完，然后还喝了一大杯水，所以现在超级饱。然后他那个龙虾饺也特别的好吃，然后我现在呢就打算在这附近去闲逛一下，因为 SOHO 其实我来了好几次，但是都感觉并没有把每家店都逛回来，所以我今天呢还是去看一下有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店。纽约也开了这一家，就是日本特别有名的 Flippers， 那个舒芙蕾的松饼。然后今天我过来竟然没有人排队，虽然我现在肚子很饱，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去吃这个。
雀好可爱啊，黑色的，这个也好看。又来吃这一家了，我的酸菜猪排饭。我回家啦，还打包了一份元烧仙草和一份饭回来。今天。